因为就很开心，我喜欢这种氛围。KTV 没有这个歌啊？对啊，可台北不是有？我刚刚角度歪掉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就是陪练的角色，然后我室友已经去借球了，我们在 A 场打 A 场，我高二打完之后就再也没打过了。反正我今天就是陪练的角色，然后顺便运动。对，
下车。下下来没关系，我看起来很颓废。
三个。我想说，我刚刚有拿吗？